么多日子了，把我憋坏了，憋得非常难受。我今天早上上网一搜，作为景点说开放了不少，一查鸡公关开放了，我就跟我爱人赶紧开车就过来了。一路车很好走，到了长车停车场呢，没有几辆车，我们玩得非常好。今天天气又特别好，因为昨天下雨了，所以今天蓝天白云，玩得非常开心。但愿咱们北京疫情赶紧过去，咱们老百姓痛痛快快的好好玩。